在泰国最高建筑吃顿自助中餐是种什么体验？今天安排登上彩虹云霄，曾经泰国最高，窗外风景美好，欣赏大路迢迢，美味水晶蒸饺，最爱小笼蒸包，听着中国曲调，品尝中国味道。进门便是中国红，餐桌铺着红桌布，头顶挂着红灯笼，坐在曼谷最高处，楼道装饰唐三彩，绿植都是小金菊，蒸包蒸饺一笼笼，中华元素不胜数。哇！北京烤鸭吃不够，特色蛋黄配豆腐，牛排羊排不稀罕，酥嫩脆皮烤乳猪，高空餐厅吃自助，不能没有三文鱼，饭后来个冰激凌，所有美食无限取。海鲜种类繁多，不如来个火锅，看着窗外美景，吃着鱼翅燕窝，多种热带水果，甜点五颜六色，点赞分享关注，带你走遍泰国。